Hey yo yo yo, what's up？ 现在是凌晨四点，我刚刚洗漱完之后，把东西收拾好了，等一下我朋友过来接我，我们就去机场了。那么一会儿见吧。刚刚在飞机上特别冷，然后今天我从 OK 走的时候就只穿了短袖短裤，然后就一路特别冷。现在到了夏威夷就比较暖和了，现在准备去找我朋友，等下见吧。在一个公园里边，像是一个 trail 一样的东西，有海边沙滩，这边有一个小公园，然后那边的话有很多人在拍婚纱照什么的，也这个地方也属于一个旅游的地方吧，因为旁边对面就是商场，然后旁边就是市中心。你看这个人，见没见过这么屌的人吗？我们刚刚吃完饭，现在过来吃个冰。你看这个人，现在我们在这边吃一个甜点，然后就一会儿再去转转别的地方。There's no way both of us can dive at some point of this week or this weekend. 我们刚刚打电话去问了，因为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，有风，所以潜水的活动今天就不能进行，所以只能取消了。商场楼下有一家这个全是日本的小吃的一个店，大家可以看一看，有点像小吃城吧。在这个去海滩的路上，现在正往下走，然后下去之后一会儿可以去潜水。恐龙湾就是，应该是这里。你看，这是龙头，这是尾巴，就像一只恐龙这样卧在这里。Maybe we can take it home, yeah.
因为我旁边。